真煮不死，死在了阳平关。陈主簿一世英雄，可惜了。一世英雄，他是白帝。陈宫是白帝，于司马是对的。哼，我错了，是我错。蜀国司门曹已经将这个身份解密，很多渠道也佐证了这一点。不过这不耽误清平计划，清平计划还可以继续。杨戬。好好干，属下黄埔，自打金陵，然后第二件事，第二件事，有人要来接替我，我要走了。郡守去哪儿？郭都督对我另有安排吧，押送长安，事多官职。走吧。下雪了，我来这边。哎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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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